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我赛后采访，我是主持人熙然。恭喜韩华生命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我们请到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选手 Viper 来到我赛后采访席，好久不见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HRE 的夏露 Viper。中文还是非常非常流利哦，真的是大家一直在惊叹于你的中文实力。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观众也好，对于你自己也好，可能都非常非常想念这一句世界赛上面的问号。所以重新回到这个舞台感觉怎么样呢？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？感觉怎么样，去年我没到那个世界赛嘛，所以今年的世界赛我在很期待，然后今天赢了，所以还行吧，现在算是有一点点轻松的感觉。对。那因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哦，好像在面对到 LCK 队伍的时候，PCS 队伍都很来劲，很有说法，而且他们今天在前期打的比较主动的一个情况下，你们也是及时注意到了，所以也做了一些局内的调整，所以当时你们的一个沟通是怎样的呢？首先是对面的苍穹野阵容是那个扎克斯跟朱妹加阿卡丽嘛，阿卡丽这个英雄六级的时候，到六之后那个六分钟的那个小团比较厉害，然后我们避开他们，然后发育一下，等我们的那个中北，然后就我六级之后嘛，六级之后打团是比较好打，然后就这样的感觉吧。而且你确实啊，那波在先锋团的那一波操作相当漂亮，那波是你们是打了个一换四，就稍微扳回了一点场子嘛，而且是后面一步一步基本上是稳着把你们的优势拿了回来。基本上你出道与磨刀了之后，大家都说哇，真的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对面。所以你觉得今天队伍整体的执行上面哪一点做得最好？首先今天就对面的阵容是比较明白嘛，就很好突破的那种阵容，然后他们只能杀我吗？就我自己保一下，就感觉随便赢。然后那个第一波先锋团是大树的大招开的那个很好，然后对面朱妹直接死掉了，所以之后的操作是感觉很简单吧。简单，但是大家都在说哇 ，Viper 实在是稳的有点太夸张了，而且又很 carry。其实，在这一次的全球总决赛开始之前 ，LJL 的赛区有以这样的一个评价，说 Viper 是所有 AD 选手的教科书。刚才也跟你解释了一下嘛，对吧？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呢？不至于吧，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最强的 AD 选手，当然世界来说的话还不够，然后我想证明自己这个世界赛里面我的那种水平吧。那既然你都提到了，所以这一次跟韩华一起来到世界赛，想要对世界展现出怎样的一支韩华，包括说又是怎样的一个全新的 Viper 呢？首先韩华的第一个就是改名之后第一个夺冠嘛，然后世界赛也是对我来说，对韩华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赛嘛。是的，所以我想拿到好结果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比赛吧。可以，大家是会多多支持你们的。谢谢 Viper 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，谢谢大家，下一场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